实在在，你无包围，你无去安抚你家己，哦，你内在你做唔到遐工课，哦，就是讲真真正正呢，实实在在去审视过去所做所行的，是不是真正过失，所以爱忏悔。咱拢常常来听咱前人讲，伊一生伫修法道当中无后悔，只有忏悔，吼、哦。忏悔着啥？忏悔着过去做了不足，无改。所以咱那样那一步一脚印来实践贯彻，吼、哦。悔改先王一心一力，这个悔改先王就是讲咱哪辈悔改，就是一定要有智慧啊。你有智慧，你才有法度来心觉着家己的一行一动，无咱人啊，有法度心觉着了解着。咱家己的脾气毛病，贪嗔痴慢疑，这物件是是非非，这物件，你一定要对你内心家己去心照，就是你有法度去心察觉的，就是你有迄个智慧起来。你若无智慧，才有可能去关照着这物件，吼、哦，就是你有智慧啊。